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二先生 Max。今天呀、啊，又是没有喝咖啡吃饭的一天。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就突然看到别人的朋友圈，说好久没有去那个清迈的一个爱丽丝仙境。我之前也是来过啊，这边在旅游旺季的时候，中国游客、日韩游客都非常多，在小红书也好啊，还是那个 IG 也好，还是什么微博也好，都是热门的打卡地点。那今天呢，我带你们去看一看，走吧。我们到了门口了啊，看一看它的牌子，你们也记一下，没来过的同学 ，Chom Cafe Restaurant。这里以前啊是它等位的地方，你们看一看，就光等位的地方都这么大，现在肯定是不用了。好，去测，萨瓦迪卡，桑库恩卡 ，OK 卡，谢谢。哦、OK 卡布。现在还要让我们登记这个电话号还有姓名，哎呀，没得办法。卡布卡 ，scan 的，哦 ，scan my app。哦，就是把手机和姓名写在这之后，不用去扫这个二维码。哎，地方啊挺宽阔的，你看它门口啊，感觉就是很大。这里毕竟也是好像是老板自己的地方，进来就是你看云山雾绕的，就这个水雾喷气啊，喷着这个水雾，所以说他们叫爱丽丝仙境。哎呀，环境真的是挺好的啊，这里还造了一个类似于小溪流的这样一个场景，那水雾啊喷着。这电费估计都不少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，很多中国游客还有日韩来的游客，只要看到网上的帖子都会来这边，那边还有两个老外在打卡，过去走一走。菜单的首页啊，是它的一个介绍。我本来想给大家说一说，但是一看这种泰语，我真的看不懂，一点都看不懂。算了，我先点个牛排吃吧。哎，这里有日本和牛，我去，950铢，还是算了吧。再简单的看一看吧。他们家啊，就是泰式和西式的融合菜。之前的菜单有做过一次调整，因为啊。说游客在网上评论说环境很好，饭就一般，所以说疫情之后他们改良了一下那个菜单。哎呀，也是没得办法，就是为了生活嘛。哎，这个牛排可以啊，这是澳大利亚牛排，550。好，我要一个这个，再喝杯咖啡。哦，拿铁龙克拉菜克拉。他们家以前啊有好几个厅，那边那个也是一个厅，现在只开放了这边，就养了这么两三个人。我们之前啊在那个里面，就那个里面吃过饭，那儿能看到稻田，现在不开放了。之前我不是在视频里说不能喝凉的嘛，喝杯热咖啡，咖啡是蛮好喝的。哎，什么时候还能再爆满？哎呀，牛排上来了，我先给它吃起来。这个牛排好像有点煎老了，它是澳大利亚的牛排。嗯，挺好吃的耶，肥瘦相间，可以啊。嗯，我以为煎老了。哎呀，啊，网红餐厅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的这个牛排做得非常好，可是我没吃饱啊。看了下菜单，那个面条好贵啊。走，我带你去吃一家泰北的那个拌面，非常好吃，是我目前吃到泰国人做的拌面里面最好吃的一款，没有之一。一份牛排，两杯咖啡，725泰铢，150多块钱吧，还行，是有点贵，还没吃饱。Hello， 好。
啊，你喝下来还，我靠，哦，还送一个酒精这个擦手液。哎呀，留个小费吧。那我们就出发喽。我到了古城东北的三岗潘，就是这家家乡小吃的面条，它是泰国人开的啊，非常正宗。今天呢，之所以再加一碗面条，是因为清迈清零了，我为了庆祝一下，给自己加碗面条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家店啊，是我送朋友回家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，你们看一看哦。从这个豌豆粉看呀，明显就是云南风味儿。他们家主要是以面食为主啊，都是汤面或者拌面之类的，也有一些简单的炒菜。但是我今天要吃的就是这个麻辣拌面。我今天吃的还是老样子，麻辣拌面一份。麻辣拌面。对的。这是什么面啊？黄面。黄面是吧？哦。鸡蛋面、黄面。鸡蛋面、黄面。哎，老板，我记得你是泰国人对吧？你是泰国人对吧？泰国人。哎呀，这个华裔是吧？这个中文说的倍儿溜啊！谢谢。现在店里生意怎么样啊？就掉了好多。掉了好多啊！但是你们家应该泰国人比较多吧？都有是吧？泰国人比例比较高一点。啊，我觉得你们家，这个辣味儿啊，泰国人肯定是喜欢。再做吧。这个辣椒很辣吧？这个叫麻辣。麻辣是吧？麻辣。泰这个麻辣泰语也是麻辣是吧？啊，麻辣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胡椒粉。这胡椒粉啊，泰语叫麻辣啦。我在视频里告诉我的粉丝朋友们说，你们家的拌面是清迈第一。哦，好了，老板辣死我了，清迈第一也不能再割呀。哦，哎，没关系，开玩笑了啊。还要不要再辣一点？啊，不要了，吃完估计要洗澡了。那是什么？这个叫那个花椒油，花椒油是吧？哦，还有再加那个蒜油是吧？蒜素蒜油。哦，香菜、小葱，来一点就好了。得嘞，哎，谢了。还肉丝，这是什么肉丝啊？猪肉。猪肉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一定要说清楚，不吃肉的人要就可以不加呗。可以不加。没问题。可以做素的。啊，也可以做素的啊。对的。好嘞。我刚吃完一个网红餐厅，没有吃饱，我说在你这儿来一碗面条吃一吃。哎，有没有醋啊？醋，我就白醋啊。白醋是吧？加一点点。醋啊。加点酸的啊。醋，对。对。好嘞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我估计吃完我就一身汗吧。我的拌面。这是我偶然发现的一个店，啊，我的拌面好了，哇，这简直是美死了！啊，里面没有座位了，哎，吃一口拌面吧，哎，辣，我一看见这辣椒，我自己都。就直冒汗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老板，你祖籍哪里的呀？啊，就祖籍。祖籍云南。云南是吧？云南。啊，很好吃的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嗯，我真的很推荐你们这家店，必须要来。如果爱吃面条的话。